今天我们来到辅仁大学。那么呢，我们刚才有两种可以让我们去选择，就是你只要呢玩水枪，我就给你奖金200块。第二，你只要敢玩水球，我们就敢给你1000块。刚刚来挑战，让我们来去找看谁可以挑战喽 ，Go！ 我们渡边又要再一次出巡，实测眉笔抗晕的效果了。这次最高奖金1000块大挑战会降落谁家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平常就是都用什么？就是画眉笔，用眉粉啊，眉笔还是什么？我用那个眉笔。哦，你用眉笔，是有一些角度，因为我想画欧美，有角度的，然后有些角度就是不要再迟到。那我们现在呢，马上就来上我们的超胖二 A 眉笔，可以帮我转出一点点。对，他们就是转出一点点就好，因为我们是设计就是转出一个角度，它就是为了保护它的眉胶质地，那就是不要氧化，然后就是最新鲜的成分，每次转出来之后就用多少。转多少？你可以看一下，它很细的。我们就可以从看到这个，我那个都很粗，很粗。对，因为我们就是特别设计2mm， 就让你就是可以很好画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马上立马来画看看。但是画起来还是非常不一样。那我们现在询问一下，刚刚您在画的时候呢，你觉得颜色如何？就是显色的程度吗？是不是很显色？那我觉得刚亮光的高高。我们的2mm眉笔呢，不仅好画又显色，重点是超抗晕防水。那呢，今天有两个关卡，你可以选择一个。你要选择哪一个？水球。你敢玩，我就敢给你，我就敢给你。OK，Let's go。这是我的羊水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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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哇，眉毛还在，完好无缺，就是超防水啊！我的天，刚那颗水球根本就会要了我的命，真的超重，像一个弱小的女子，放那个水球真的真的镇不住。但是重点是它很抗晕防水。来，问一下你感觉如何？哎，其实你的头发已经掉一半了，还在，还在，对不对？超，我就是第一次用。防水的，然后没想到真的有用，素影的水球大战真的有用，就是好推，颜色、细、很细，不抠掉的，然后眉毛还在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你，那我们今天的1000块奖金就送给你啦，我们的新眉笔，还是真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敢给你，只要你敢，我就敢给你，要不要？来来来来，好，那我们就谢谢你喽，耶！1000元的大奖真的是个激励人心啊！不在画眉毛，没有，没有，这是一个新手吗？对 ，Oh my gosh！ 给你讲，遇到我们已经很好运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可以教你画眉毛。OK， 等一下就来挑战，就是那个画眉毛。我们就是特地做2mm， 让你就是很好去描绘这样子。那等一下你就可以先描框，把框描起来之后，再填满中间，刷开就像眉粉一样子。2mm 笔头超好画，让担心手残的新手也能轻松驾驭，真是太棒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访问一下你觉得画完的感觉？我觉得就是很不一样，就跟我平常的样子就是很不一样。又叫正吗？有啊，有自己说。尤其是眉毛不眉毛，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用肤质，就是它眉毛就会画得太酷，然后就会吸一点会比较好看。好，那呢，我们的眉笔呢不但显示有画，重点是它防水抗晕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有两个关卡，你可以选择。请问您要选哪一种？水球哦，好，你敢选择，我们就敢给你钱啊！来 ，Let's go， 跟我的脸一样大，没有了，我的脸比较小，好吗？好 ，Go Go Go， 终于还我了。看一下现在的自己有没有大？没有。
上来询问一下，刚这样的就是奇幻之旅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没有掉就是很神奇，我怎么会没有掉？夏天很会流汗，这个优点就是很显色，然后涂上也是蛮好涂的，然后就是那个很细，对，很好看，然后就是还有它就是它不偏掉色，没有错，它偏掉色，所以夏天需不需要必备？夏天神器有没有？好的，那我们这次请你帮我们做体验，那我们这个一千块奖金就送给你啦！谢谢，耶，成功！夏日必备神器，外出旅行一定要来一支我们的超抗菌 NIA Media， 就算氪金出游也可以放心去玩哦。那么小编大突击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